嗰啲只咧就一只临时嘅。咁而呢啲钢缆点解唔适当嘅程度咧？佢哋会点样啊？完成咗之后咧？咁我哋亦都係應用咗咧啲嘢翻俾你，成條嘅橋咧講緊 span 係超過40米嘅。咁我哋咧係喺 offsite 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做咗三個 module， 即係或者叫三個 segment 啦。咁最重嗰件咧就係67噸。我哋因為都考慮到呢度嘅地理位置因素啦，船係可以埋到岸，跟住我哋可以用個長排卡運送到嗰個 segment 嚟到呢一個地方。咁啊變咗做三件，我哋用2萬就可以完成咗成條橋嘅安裝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哋可能再装一些新的系统，我哋希望都是利用现在的科技或者一些 smart device 帮我哋保持住零以外呢个咁嘅记录啦。假设我同事在这里做事，看到有些人有危险了，你打电话他又未必听到，或者你打电话可能还影响到他，那我们有这个广播功能呢，就可以作出一些提醒，让他立刻可以离开那些危险的地方。地盤咧咁多嗰啲咁嘅電池咧要插電咧，其實有一定嘅 fire risk 嘅。咁我咧就將佢咧就集合咗一齊，就擺落呢個有一定耐火能力嘅箱。咁我咧都擺埋冷氣啦，亦都有一個滅火嘅東西喺度啦。